具，当时也是由许多能工巧匠打造而成。它的玩法就是要把中间这个圆环给取出来，假如你想从上面或下面出来都是不行的，圆环太小了，根本出不来，而且这个圆环它还没有口啊，从中间的话也是不行的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古人真的是太聪明了，设计了那么多陷阱，据说到现在也没几个人能把它取出来。你知道如何把它取出来吗？其实要想取出中间这个圆环，我们就要用到空间错位法。首先两手各握住一个马蹄，把圆环放在中间链子这个位置，然后左手向下拧，右手向上拧，这样圆环就会利用空间错位法滑落到中间凹槽里面。这时候我们很轻松就可以将圆环取出来了。那装回去要怎么办呢？如果直接这样装，你就大错特错了，根本装不进去。正确的方法，我们把马蹄折叠，把圆环套进去，然后拉动侧边这个位置，让两个马蹄交错，一踢一转完成。此